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，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自今年 Shopify 与沃尔玛强强联合后， Shopify 旗下业务不断取得突破。从 Shopify 公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的成绩单，我们可以看到 Shopify 季度创新高，净收入达 7.67 亿美元，降低小型商户在网店经营的技术门槛，一直是 Shopify 最基础的业务。超过100万家企业利用该平台创建在线店铺，让 Shopify 独立站卖家加入沃尔玛平台，并不能在收入的角度威胁亚马逊生存，但确确实实为亚马逊敲醒了警钟。 Shopify 的快速增长趋势很快吸引了亚马逊注意，其首席执行官贝佐斯也表示为此感到担忧，他开始致力于采取一项竞争性服务措施，严抓一档假冒伪劣产品，提高产品质量。